他希望球队能够团结在一起，把昨天输球的事情忘掉。好，那看得出来许昕哲教练现在的压力是蛮大的，因为昨天他启动了季后赛模式，却被对方得了超过110分。也请大家继续来为勇士加油。8分差的比赛，李炫，哇，右哲在 corner 也投进了2个3分了。哇，今天这个左边直接踩出来了，下球，拜托各位。应该有的强度给拿出来，可是这两场的主场让我们看到勇士队打起来好像在防守端方面是有点懒洋洋的。对，哇，又是一个空档啊！阿敏这个球没进波，安妮奎，哎呀，来一个 N1 这个不应该让阿敏在一个转换快攻之后是没有人对位防守之下，而且篮板。这防守应该已经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心态的问题。对，我认为积极度还是要加强一下。对，苏伟回马枪给到没有人看守的，哇，三分惩罚了勇士队的防守。对，前各位在这边，中线来这边。然后这边再 hand off 回来 ，Z， 什么就留在这边。You hand off， you if you you wanna attack close out， you attack。If cannot hand off with me， you will attack。Shoot， then you stay here。You pass， pass， win。攻，直接攻这边。Win， OK。哇。在这一波中线在快攻处理球的情况之下，石伯恩其实在篮下就有一个很好可以直接拿到球进攻的位置，他反而把这个位置让出来去做三分线持球，所以能够跳出来，以球员的身份来跟其他球员做一些好，感觉有点没气了。所以你会挡这边 ，C 这位来这边，然后如果你切进去的时候，你切任何一边 Win 或 Smart 是 Open 的，你就要传。问一下，我你来传。中线来做 upgrade，DJ 是这边 pick and roll，pick and roll。哎，现在我必须自己要走得住，要不然要创纪录啊！要防守 ，defense，come on。来，对。在今天这个暂停哦，其实我观察到一个塞尔登在昨天也有一次落后的情况之下。在徐总还没讲完暂停之下，他就已经准备离席上场了，所以我觉得现在这个球队可能会有一些在当然落后会有一些变化，但是我认为彼此球员的心还是要跟球团要在一起的，没错。